双十一狂欢夜晚会，章子怡一身白色黑裙礼服登场，十分端庄大气。此次作为某品牌纸尿裤代言人的章子怡，和观众们分享了自己当母亲的心得。谈到妈妈这个角色，章子怡满脸享受和感恩。她表示，当妈妈之后，体会到新的生命意义，也会让之后的表演更带丰满。而对于将微博名字改成了醒醒妈妈，章子怡更是骄傲称很享受。章子怡还娇羞透露，此次双十一狂欢给汪峰买了内裤，让现场观众尖叫连连。章子怡是典型的东方美人胚子，她的五官很精致，在一组写真中，章子怡展现了其高贵优雅的气质，额头前别致的发帘，艳丽的红唇，充满展露东方美女的娇艳欲滴的之美。章子怡在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中将招娣这一角色演绎的传神且出彩，在电影《卧虎藏龙》中饰演玉娇龙的章子怡扮相秀美，武术高强，举手投足气韵生动。